转眼间，我们却变得如此陌生，奋不顾身。三二一，亮灯。好，享受天黑请闭眼的快乐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。第一道题目出题。有些事情我也说。拿起来写才不会被偷看掉，小心小心，小心了，不要被偷瞄到了哈。或许我软弱，很可能两道题目就会有人错。好像有一点犹豫了，大家都 OK 了。I got you。今天最好的表现就是四个都要爱。开场开场。这种感觉说不出来，现在才明白。小心，好厉害哦！小心，小心，这个就不能唱副歌，副歌不能再唱了，不能再唱。哎，有假魔王，再唱就有了。假魔王三，卡住，这扣很重哦。刚好不是他的题型。对，一亮答案，因为爱就那么简单哦。维迪安，等一下，因为爱，所以爱。哇，哦，你多了一个所以爱，所以现在有两个人答错，差到因为爱。各位，那等于是七个人，五七三十五，三十五，两个人扣三十五，哇，好狠呐！答错的要扣三十五，感谢卓一峰救了你，不然你要多扣五，这很严重，因为大家都会。你可以站出来一下，不要那么快被淘汰，好不容易瘦下来。对，好瘦，你是 model 身材，比你那里红安的讲起来，我给他来细胞死好多，因为他们都超厉害的。我等一下拿几盒水存存，你回去一个礼拜补一下，是不是？整个啪搞下来，好不好？今天最大的收获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出来露脸，搞不好是你今天最大的表现。太关键了这一题。好，第二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别慌神，这游戏无法天真，多么认真，三更半夜都还在意着，奋不顾身，满是伤痕。他会唱的，要认真了，危险迷人，很厉害耶。想起当时多快乐，手牵着手独身，才转眼间我们却变得如此陌生，奋不顾身，三二一亮灯。好，享受天黑请闭眼，我们的快乐，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，却测不出你却藏的那面，扣四十分，八五四十，那我应该没了吧？你还有二十五分，还有希望，还可以玩。赶快来一首台语，快来一首台语，台语救火，现在只能台语也能救他了。